我们要一起洗吗？这个麦克风来，一起洗啊，来啊！不要不要！为什么怕？你谁大是不是？来啊来！不，我应该比你大，我比你小还得了？哇哦，你的内裤好看了不？干嘛害羞？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你穿这么可爱的内裤了。啊，蜡笔小新都输了，哈哈哈哈！这一段千万不能剪。我跟老师比赛，看谁幼稚比较快。好。新同学，新同学，可以跟他。我要做帽子。嘿，哇，戴一点。谁要戴？你真的要戴吗？对啊。你让故事给我听。上个星期天使镇发生了一个令大家开心的大事，今天一早大家都带着礼物去探望，送这花也很合适哦。嗯，看他在哭哎。嗯，红色推车，一切都很顺利哦，拜拜。非常开心哦。你都没有开心。你们同班了？你跟他聊天，你跟他聊天，快。他不跟我讲话，快点，你跟他讲话。哎，你笑了，跟我们一起就笑，然后跟怪叔叔就去。怪叔叔对，没有。我们是在一间 B 室。哦，那你们一般回来都干嘛？我回来都是。应该先洗澡，你的衣服都很脏，你怎么可以上去？我们现在先去洗澡对。对。我们要一起洗吗？这个麦克风。来来，一起洗啊，来。不要不要。为什么怕？你谁大是不是？来呀、啊、来，不，我应该比你大，我比你小还得了。来了来比拳头。你叫戴琳吗？哇，妈咪，干嘛？没有。喂，吃饭了吧？吃饱了。温哥哥有没有很帅呢？有吗？有。要抱吗？有。帅到爆！他双鱼座的，我射手座的，我们同年哎。我还比较大，给我背，给我背。你妈妈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妈妈，你儿子好棒啊！你妈，你儿子很棒哎。我真的吗？我生的当然是很棒哦。妈妈就妈妈，写我妈。我妈，那如果他妈妈，你上面就写他妈，这样吧，不是吧？哇哦，你的内裤好看了不？干嘛害羞？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你穿这么可爱的内裤了。啊，蜡笔小新都输了，哈哈哈哈！这一段千万不能剪。